潘晓婷有鲜肉男友就是不一样，面泛桃花。网友 BAB 有气质说起体育界的单身美女，大家可能会想到惠若琪、张常宁等人，然而真正的大美女绝对非潘晓婷莫属。如今36岁的潘晓婷凭借自己高超的球技赢得了九球天后的美誉，其知名度甚至不敌姚明、张继科、丁俊晖，而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就更不用说了，很多外国人都知道有一位世界锦标赛台球冠军在中国。虽然事业上一直顺风顺水，但潘晓婷的感情生活却一直是个谜。按说女人到了这个年龄也该结婚成家了，以潘晓婷的条件来说，随便找个优秀的男人都能嫁了，可潘晓婷却偏偏单了这么多年。曾经在圈内流传过潘晓婷和丁俊晖两人的绯闻，但潘晓婷公开表示两人不合适，只是把丁俊晖当作弟弟来相处。而这几年随着潘晓婷把事业的中心转移到娱乐圈，多次上国内的综艺节目，细心的人发现潘晓婷居然恋爱了。在一次节目现场，潘晓婷非常心细的将烤串喂给小男友吃，从两人之间的眼神中可以看出那种明显的爱意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出，这个小鲜肉男友应该比潘晓婷小，看来潘晓婷在乎的根本不是年龄问题，只要感觉对了，相差几岁又何妨呢？恋情曝光之后，潘晓婷在自己的微博上放出了一张照片，面若桃花，皮肤水嫩，看起来被爱情滋润的很水嫩啊。有网友看了之后发出感慨，有了爱情就是不一样，看起来比 AB 还要美，甚至能帅 AB 几条街。对此，各位网友怎么看呢？